现在是早上的8点，实验室还没有人，我有一个啊，继续进行昨天倒霉的实验。我现在要喝一个这个希腊酸奶，里头我放了一根香蕉，还有一个桃子，还放了一点点谷物。OK， 这就是今天我的午饭。坐到这儿，回家去楼下公园再跑个5公里吧，耶！想搬家，但是这个星期这个拖地带的，网络有问题。然后那个前台小姐姐，不对，前台小阿姨让我下礼拜的时候给这儿打一个电话，然后再说。好，就这样吧。现在是下午的4点半，因为我实验室今天下午有别人在用，所以我没法做实验，就没有在学校，刚才去了健身房。问题就是我现在要不要去跑步，好热呀，那天上一片云都没有，但是楼下公园其实是有阴凉的，怎么办，跑还是不跑啊？让我在那纠结1分钟然后再决定，主要是上了楼就不想再下来了。好吧，我决定现在去跑，感觉站在阴凉的地方也没有那么热，虽然待会肯定要经过暴晒的几段，不管了，就这么着，我们出发。跑完了5公里，哇，嗓子老大爷，还得继续跑，太厉害了，有一点点不开心，因为我家楼下竟然有一个人捡了2大筐苹果，还有青苹果那种，还没熟呢，就都给捡了，那等熟的时候我可咋办呀？哎，还有在这个树荫下正在乘凉呢，哇，2大筐青苹果呀，那可是，啊，好了，今天的5公里，超级棒的跑完了，因为前面有一个带跑的老大爷，中间我们打了一次招呼，然后最后跑完的时候他给我竖了大拇指，可能觉得我跑的还挺快的吧，啊，好了，不说了。去车上收拾一下，然后就回家。啊，哇塞！虽然我的玻璃很脏，但是窗外的颜色好漂亮啊！忽然好想出去遛弯儿。跑到厨房，打开窗给你们看一眼吧，是不是颜色超级好看？尤其这个天边，有一点点夕阳的这个感觉，超级好的。啊，空气也很新鲜，开会儿窗户，我闻闻空气好了就不出去了，有点冷。